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掀开科注，上册151页，151页。请看第11行，这是第四段。何以故？如弥陀疏钞云：“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谛信，何须遍历三圣？”九经多劫，这是一段。这是莲池大师为我们说明呢，净土法门非常殊胜。这个法门叫什么法门？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好，叫难信之法。它可贵在哪里呢？我们只要做到一心念佛，就能够保证我们大家在修行路上绝对不会退转。说到这里啊，我们要好好评估一下自己。前世的事情我们忘得一干二净，那我们这一生修学有没有常常退转呢？去年不记得，今年总记得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提醒呢？退步非常容易呀，而我们升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全部都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种圆满不退的菩萨，八地菩萨，并且这个法门呢，它是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那换句话说，它不是拐弯抹角，直接帮助我们成佛的。那我们对于这个法门要采取什么态度啊？莲公特别提醒我们两个字，要做到谛信。大家如果还记得经文，这无量寿经的经文里面，佛放光之后，阿难尊者很好奇吗？就向佛请教：“哎，您今天怎么放光这么特别啊？什么原因呢？”佛在跟他解释之前说什么？谛听，谛听，什么意思呢？专心听，全神贯注的听，不能够在听的过程当中打妄想。那我们对这个法门呢，要做到谛信，绝对不怀疑。所以呀，真正具备真信的人，他就不必呢，遍历三圣。也不需要九经多劫，其他法门速出，时间久，要经过多劫，无量阿僧祇劫，我们呢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不要说别人吧，就说须陀洹，他要出六道，很辛苦的，好不容易证得了这个出果，他还怎么样啊？
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能够证到阿罗汉果，才能够呢出六道。出六道还没完呢，他还有什么？还四圣法界啊，到了一真法界呢还要继续修，所以这个时间就挺长的。因此这里呢，莲池大师特别提醒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学这个法门叫横超，不是竖超。并且还讲到不越一念，这个一念呢，就是指的阿弥陀佛。我们想要达到这么样一个殊胜的境界，通过什么手段方法，老老实实执持名号就能够成功。顿证菩提岂非大事？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所看的《华严经》《无量因缘》《法华经》为大事因缘，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呢，是不是也为这个大事啊？我们是为了要顿证，这个顿就是快速，菩提就说成佛。还有哪桩事情比成佛更加重要的？那谁把这个事情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呢？诸佛如来。哪一部经说的最详细呢？华严经、无量寿经，尤其是无量寿经最适合我们现在时代众生来学习。可见净宗正是直指顿证之法，这些话呢一般人不敢轻易讲出来，因为讲这个话呢，他自己本身要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他有真实的修行功夫，通达经藏，并且契入念佛三昧。你看这个法门就像莲池大师所讲的，它是超过一切通途法门，它是属于直指。在中国八大这个大圣宗派里面，哪一个法门是直指啊？禅宗。哎，净土法门呢跟它一样，也是直指人心，而且呢它还是顿证，它不是渐修的，它是快速成就。以念佛心入佛之见，法华经里面讲吗？一切诸佛来到世间做什么工作？为了帮助我们众生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哎，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快速的契入佛的知见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念佛。那换句话说，您念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念念怎么样啊？就入佛之见了。反过来讲，如果不念佛呢，那是什么之见呢？那就是凡夫之见呢。听到这儿大家还敢不敢不念佛？要念佛啊，那不念佛那还得了？那不念佛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造六道轮回业。哪些人像一个念佛的好样子呢？我们举一个近代的高僧啊，我们上一次呢前面稍微提了一下，这位高僧就是慈州老法师，大家还记得他给这个无量寿经初稿做这个科判。他老人家当时啊怎么样度众生呢？凡是同修儿去拜访他，问他任何问题，老人家回答什么？阿弥陀佛。他是笑眯眯的就回去阿弥陀佛，再问他还是阿弥陀佛。那请问这个同学还会不会再问第三次？不会的嘛。那他就知道嘛，老和尚肯定就回答他这一句。其实这一句是不是究竟圆满真实的答案呢？是的。讲其他话叫什么话？叫废话。而讲这句阿弥陀佛呢，就是密宗所讲的真言，是真语真谛语。不管这个信徒啊相不相信这个法门，信很好，加强他的善根福德，那不信呢给他种个善根种子。
所以诸位同修，如果您从今以后再问巫神任何问题，巫神都回答您。阿弥陀佛，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问巫神任何问题，以后我们也学慈州老和尚，以后回答您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怎么样，绝对不会错，答别的答案也许会有失误，但是回答阿弥陀佛100%的保证，绝对正确。讲老实话，那个一心念佛的人他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的。那个不肯一心念佛的人那问题多多。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嘛，是不是？刚刚开始学佛，尤其是碰到师父上人，刚刚开始见到师父，特别高兴，有很多心里面的问题我都向老和尚请教，师父很耐心的为我们解答。知道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嘛，需要渐渐的带我们入门。但是呢，我们看了这点莲公的解释啊，就知道那个上根的人，上上根人没那么多话跟他讲的，几句话就搞定了。下面接着说，净宗之兴起，正有此大事因缘也。下详明本经兴起之因缘。所以啊，净土宗的发起也是呢有特殊的因缘。我们这一部经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放光示锐，在这个时代呀，要度众生，离烦恼，除痛苦，得到解脱，只有净土法门。特别是在我们末法时期，这个法门是唯一的一个帮助我们得到快乐的一个方法。下面第二个大段，详明本经兴起之因缘。第一小段，称性即谈，如来正说。底下念老讲，华严、法华均圆顿称性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华严经我们可能没有全部读过，但是您对于华严经后面这个普贤菩萨所讲的十大愿望应该很熟悉。大家看华严经后面善财童子53参那一个章节的经文蛮重要的，所以十大愿望是普贤菩萨大力提倡。那这个善财童子参访的第一个善知识，他的老师嘛就教他念佛，老师接着就引导他再去出去参学。碰到第一位善知识是谁呢？吉祥云比丘，或者叫德云比丘。他老人家修什么方法？波州三昧。他在哪里修啊？他在山顶修。山顶，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个经文里面的表法的意思？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呢？顶峰啊，对不对？在山顶嘛，他没有在山腰，也没有在山脚，在山顶，有这个意味在其中。不过呢，说实在话，我们现在人呢学这个波州三昧做不到。这个波州三昧是谁才可以做得到？德云比丘是什么地位啊？初住菩萨，他修。那我们怎么修稳当可靠呢？地贤老和尚教他的徒弟那个方法好，实用啊，很适合我们后面9000年众生来念佛。他说念累了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呢接着再念，这个很好。第二个小段，念老在此地要引用偶遇大师《弥陀经要解》的开示。偶遇大师赞本经云，这个是指的阿弥陀经。弥陀经呢跟无量寿经是同部经，他老人家讲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就是说明这个法门它的奇妙殊胜。这个绝代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绝对，那绝代圆融就是说绝对圆融，这个意思啊
非常深广。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它是华严经的奥妙，也是华严经的密藏，并且呢，也是法华经的密髓。这两部大经是我们佛门一圣经典里面的两部。在法华经里面，佛告诉我们，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所以佛来到世间，他们讲的是什么法呢？一圣法。那为什么又讲二圣三圣法呢？因为我们大家不太容易理解，不太容易契入，我们自己有业障，佛呢不得不开这个二圣三圣，甚至于呢人天小法，慢慢的诱导我们逐步逐步逐步的契入这个一圣法。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恒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那既然一切诸佛如来的传心法要没有离开这部弥陀经，那有没有离开无量寿经呢？没有，因为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呢是同步的。念老在底下讲，是故本经称为称性之集谈也。这个集就是说达到了极处。我们讲称性呢，其实大乘经典都讲到称性，尤其是华严法华，但是说到究竟称性，那就是这一部弥陀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何以见得？别的法门未必能够啊普度中下根性的众生，但是我们这一个念佛法门呢，所谓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也就是讲所有众生通通都能够得度，包括谁啊？包括我们嘛，是不是？我们也有份呢、啊、这是这个法门妙。还有呢，所有菩萨都是依据这个法门念佛而成佛的，因为它是思难，这个思难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指南针。以谁为代表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有弥勒菩萨。我们这部经上不就看到了吗？在家的菩萨有多少位啊？16。那出家有5位，在家有16位。第三段，有日，这是日本，有日道隐于所著无量寿经真解中曰：五浊之事，造恶之时，圣道一种，今时难修，其难非已。我们中国佛法在隋唐时代啊，就比较制度化、系统化，把它分宗分派，分为十大宗派、8个大圣宗派、2个小圣宗、成实宗、居舍宗。那日本呢，他们把这个佛法学过去之后，就日本的祖师到中国来求学嘛，然后把佛法又传回去，他们的宗派就多一些，他们有13个宗派。但是现在听说这些门派呢，真正全部都学的人数量越来越少，只是几个宗派呢比较人数多一点。所以这里就说嘛，其难非宜啊，学别的法门要成就难度很大。特此一门，至圆极顿，而且尤其简易直接，则出世之正说偏在思经。诸位同修，您看的这些开示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为什么？您遇到法宝了，是不是？这是人间当中最殊胜的宝贝。因为这个法门，念佛法门是至圆极顿，而且呢简易直接，它是出世之正说。所以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跟人家推荐学佛，学什么法门最好？
念佛法门，要学习经教，学习哪一部经好呢？无量寿经。现在呢，可以讲呢，讲经的人有，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有一些地方啊，他们讲经，我们就不说是哪些国家地区了，你看他们那边呢，也是有讲经这个风气，可是他着重在哪里啊？他着重在这个佛教历史典故啊，这些方面他们蛮下功夫的，但是对于这个佛经的教理教义修行的方法他就没有太重视。那换句话说，对于断烦恼啊，他就没有太在意。但是真正学佛法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开智慧嘛，对不对？前面讲到嘛，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而不是说我在那边把佛教的历史啊，您研究了很透彻，还写了很多著作，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但是呢，对于我们了生死啊，好像呢作用不大。所以真正修学应该怎么样呢？要找对门路，要找对啊，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断烦恼、断习气这个方法。我们大家现在遇到这个方法没有？遇到，你看这里讲到嘛，特此一门呢，最特殊的法门被我们碰到了。一代所说归此经，如众水归于大海。师尊当年讲经说法也是蛮辛苦的，说了49年，说了几千部经典，讲了那么多的经典，都把大家要带回到哪里呢？所谓是萨婆若海，这里讲到海吗？萨婆若海，萨婆若海是什么？它是比喻佛的智慧广大，就是一切种智海。佛有三种智慧嘛，一切智、道种智，第三个呢，一切种智。所以我们大家学这部经，学这个法门，将来呢，决定能够啊，达到佛的圆满的智慧。佛说了那么多的经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理事、因果、境界、事项等等，我们从无量寿经上面通通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我们在下面学习这个十玄门就可以看得到，非常殊胜。底下讲，由此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以起华严之典，一大是因缘已成法华之教，亦为为此法门之由序。这还得了？这就把弥陀经、把无量寿经捧到怎么样？我们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说，捧上天呢。本来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法华经是一圣经典，而无量寿经怎么样呢？比他们还要殊胜。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百万阿僧祇，这个阿僧祇是数量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无量因缘呢而起华严经。那法华经呢是一大是因缘，就是悟入佛之之见。可是这两部经跟无量寿经跟弥陀相比怎么样？居然只是这一部经的游序。什么叫游序？就是引导而已。那换句话说，您来到学院是不是刚刚第一次来学院，不太了解这边嘛？好，下了车了，我们已经有同学在停车场等候您，就把您怎么样呢？就带到门口，就这个意思。但是带到门口还算不算呢？还不算，还要怎么样呢？要走进来吗？所以那个游序就是说把您引导过来，就这个意思。真正登堂入室呢，就是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这个话讲的过不过分呢？一点都不过分。您看一下弥陀经疏钞，再看一下要解，再看一下圆中钞，就很清楚了。下面念老说，该为华严、法华两经只是本经之导引，本经者正是一大藏教之旨归。
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石门开启啊很重要，真的，您只要把这个石门开启啊，前面的9个部分掌握住了，你就把这部《无量寿经》架构就掌握住了。所以学哦，要把那个纲要抓住。在这里呢，念老就说，《华严经》《法华经》是引导我们大家入无量寿经的，因为这部无量寿经呢，是佛所讲的所有经典的中心点。能够相信这部经，能够相信念佛法门的人，都不是一般人。那换句话说，诸位在座的大德同修，您是什么？您就不是一般人。您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人。如果您过去生中没有学过这个法门，没有学过这个部经，您今天会不会进来学这个注解呢？不可能。不信的话，您到外面随便找几个人进来，看他愿不愿意坐下来听。你看，有的人在这边听了一堂课，没兴趣，那个眼睛呢在东瞄西瞄的，身体在那边动来动去的，是不是？我们在这边呢听，恭恭敬敬。很认真的学习，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这都是大家宿世因缘不同。华严经末，普贤大士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誓其名正。这就是举啊，普贤菩萨行愿品作为这个证明。的的确确呢，这部经。其实它只是《华严经》里面的一部分。那后来清朝的慧老居士啊，把这一章的经文呢单独抽出来，划归到《无量寿经》三经后面，就成为四经。这个第四段呢，引用《楞严经》上的说法：圣教如旃檀，片片皆香，法法。圆顿本无高下，这讲的是事实。佛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大家将来啊，明心见性，入如来境界。但是呢，为众生垢众障深，心粗智劣。我们看这两句话也不要不服气啊！那以为这两句话讲得很过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这种情形的？垢重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的染污很严重，尤其是心的染污，非常可怕。因为呢，心不清净，就导致什么？障碍重重。这个障指的是两种障，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于是呢，反射出来那个情形就是心粗、智劣。我们常说啊，这个人做事情呢粗心大意，这个人呢没有高度的智慧。当然，他这个智慧而不是指阿罗汉、菩萨、佛那种智慧，他是指的是识辨错。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智慧，那他会怎么样啊？很容易说错话，很容易做错事情。古人常说啊，人要有德啊，没有德不行。所以您想要有智慧，一定要有修德行。德行要具备哪些呢？贤首国师在《修华严奥旨望经华严观》里面就提到四种德，里面就讲到了。要随缘妙用，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做什么事情都达不到妙用。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感觉到障碍重重。什么缘故啊？上学有烦恼，上班有痛苦，回到家里面呢还不开心，来到寺院里面呢还是有些问题发生。什么原因呢？我们要怪别人吗？错了，要怪谁啊？怪自己，垢重障深。
所以儒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为什么会跟别人有这样的冲突矛盾时常发生呢？两个字，没有放下自己的烦恼。所以大家真的想要得到妙用，像佛菩萨这种妙用，要学习他们，要放下这些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底下还打个比喻，帮助我们去体会。机遇王善而不能参，这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哪一天的肚子饿了碰到一个国王，刚好在那里用餐，王吃的这餐很丰盛，以前的国王皇帝吃饭，这中国的皇帝多少道菜啊，100道菜，我们敢不敢坐下来跟皇帝一起吃饭呢？都还没坐下来，皇帝就瞄我们一眼，你是谁呀？拖出去，没命了。所以我们连那个，哎呀，说句老实话，我们只有什么份呢？我们在旁边旁观看，欣赏一下，羡慕一下而已。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一起跟皇帝吃大餐呢？不可能，没那个福报嘛。底下讲啊，为本经持名一法，乃易行道，人人能修。说到这儿，也是给我们很强的信心。你看这个，在河南南阳来佛寺的三位出家在家大的师兄给我们看，海心老和尚、海贤老和尚，还有贤公老和尚的母亲，他们三个人念佛都达到什么功夫啊？全部都是预知实质的。走的时候有没有痛苦啊？没有，还可以选择自己方式走。所以我们看到现代念佛人这样一个榜样啊，应该要发心向他们学习。你看他们念佛达到最后啊，不需要人家助念。所以我们应该要加把劲。有些同学他为什么念佛不够精进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在寺院里面就时常碰到这样的情形了。他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没关系，我现在啊念佛不认真没关系，等我死的时候，我打电话到学院来，请学院办公室赶快召集这边的同修法师到我家里面帮我的家人助念，24小时轮班助念。他想成是这样一个样子。问题这样子啊，万一那一天您家里的电话不通怎么办？万一那天您的手机坏了怎么办？万一那一天您的车子开不了，您不能够过来怎么办？万一那天您累的，你脚也走不动怎么办？是不是？这都很难讲啊。好，纵然把人家请到家里面，人家助念如不如法呢？不见得每一次都这样子，不见得每一批都是这样子，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内行人。还有第三个，这讲的原因就很多了，我们稍微举几个重点。还有呢，那个别人来发心助念，那我们这个时候被人家助念，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法门呢？第四个，我们肯不肯念呢？第五个，我们想不想去极乐世界呢？所以到了最后层层淘汰下来，几个人真正在被助念的时候就被超度了。哎呀，像这样例子哦，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学谁呀？海贤老和尚，他老人家怎么做？他不是有一次有个居士吗？要发心帮他助念吗？他说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助念，我自己念佛走。要有这样念佛的功夫才行呐。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那他能够做得到，我们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看你的表情好像还是有点怀疑，要有绝对的信心，决定行的，没问题的。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有这样两句经文，
净念相继，还有自得心开。它的原文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我们念佛什么时候念呢？有时间就要念。大势至菩萨还特别告诉我们，传授他的修学的心得，两句话嘛，其实蛮容易记的。兜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个兜摄六根是什么呢？就是万缘放下。我们这个六根不要再往外面跑，往哪里跑？往内。内，我们上次不是讲吗？耳朵不要再听外面那些声音，要听听什么？听您心里面发出那一个阿弥陀佛，那就棒。所以要圆，往内圆，圆这句佛号。这个净念相继是说我们这个心呢很清净，心里面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句弥陀圣号。你看海贤老和尚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轻松，走的前一天他一直忙着下农田，做到什么时候？黄昏，没有人提醒他催他，他还本来还想多坐一会儿，人家说老和尚该回去了，他说什么？啊，做完我明天就不来了。什么意思？他的业缘已经了了，缘分到头了，可是其他的法师听不懂他这个话的意思。所以啊，这个念佛要着重于净念相继。那么我们果真达到这点了，那个利益是什么呢？现前当来必定就可以见佛。念老进一步讲，即凡夫心开佛之见。前面所说的自得心开是佛，是开佛之见。我们只要能够做到净念相继，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什么叫净呢？不怀疑不夹杂就是净。而这个念呢，就是念这一句弥陀圣号，相继呢就是这句佛号，绝对没有中断的。波州三昧我们做不到，但是地贤老和尚所讲那个方法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得到。不过话稍微多说一点了，您不要以为说地贤老和尚讲啊，念累了我就休息一下，您休息休息多久啊？一躺下去躺到第二天，这个不行。真的拼命念佛人哦，他那个休息室是上穿海青的，而不是说被子都捂在身上，这样子呼呼大睡，那怎么行？那子念佛很容易懈怠。所以身上披着海青，它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啊？提醒我自己，哎，我今天是要念佛的，我这个时候是要专心念佛的，最多眯一下就好了，等到体力恢复过来赶紧再去绕佛，再去拜佛。所以诸位同修，如果说您一周当中有一天两天假期，你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如果只有一天的假，你就拿出半天的时间专心念佛。如果有两天的假期，就安排一天的时间专心用功。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说的是事实。而且呢，我们真正发心念佛这个当下，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有没有收到我们念佛的信号啊？马上就侦测到了。那他知道我们在念佛这个当下呢，他就会特别加持我们。所以平常我们心里面呢，如果妄念纷飞怎么办呢？赶快去念佛堂念佛。如果这天您心情很烦躁怎么办呢？赶快去念佛。如果今天跟别人吵的架，想让自己心赶快平静怎么办呢？赶快去佛堂。真的，你跑到佛堂里面去了，绕个几圈就发现什么，这个心情呢就比较缓和了。修行嘛，没有别的，就是掌握住那一念。那一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念佛要知道念的不是外面的佛，它是什么佛呢？
是我们自心所现的阿弥陀佛。后面说到，至于根器浅者，但能至心信要，愿生彼国，乃至十念临命终时，蒙佛摄受，便生极乐。上上根人可以学这个法门，那下上根人呢，也是有份的。但是他要做到什么？要做到至心信要，而且呢，还真的想去。我们听说近代的一位老法师，修无老法师，这是台学老法师所遇到的一个真正往生的例子。他老人家根器虽然很浅，但是他做到了什么？一心一意支持名号，走的时候怎么样啊？没生病，坐在床上打坐走的，当时还有一些法师帮他助念。大家看呐，他一个人在戒坛念佛往生呢，那请问有没有影响到所有来参加这一个受戒的法师啊？那还有很多护法的居士嘛，对不对？那这些居士肯定也听到了，或者也看到了，那这些居士有没有受到感动呢？都有。所以一个人得度啊，那不晓得度了多少人。花开见佛，悟入无声，奇妙集结，莫过于世。这就说到这个法门，它怎么样稀奇，怎么样微妙。真的，这个法门呢，是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都能够得到。关键看呢，我们要做到一心持名。一切众生由此得度，十方如来乃称本怀。大家看，一切众生，这就包括哪些众生呢？图巴所有众生，包括我们这个地球70亿人，都是一份子嘛，不会缺少的。其实一些诸佛，他们降临人间示现，讲经说法，说那么久，不都是为了这么一桩事情？底下是第五段，又本经所宣，乃如来真实存疑之法，无有全曲，故名正说。那既然有正说，还有方便说，所以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叫做什么？叫做正说。所以佛来的时间，就是为了要传递这个法门的。那这部经呢，它没有全曲，所谓的全巧方便，它不是的，直截了当就讲了。那换句话说，直接告诉我们大家成佛。他说的是真谛法。学这部经呢，希望大家呢，还是听古人的劝告。你想要快速得到利益，怎么做最好呢？先读3000遍。明年大家把这个时间好好规划一下，今年已经快过去了，不可能完成3000遍。那明年呢？应该是绝对可以的。不但要读满3000遍，也建议大家至少要念这一个黄连老的集注，念上说少一点好了，不要给大家太大压力，至少您念5遍吧，这个可以吧？在上下两册吗？不多吗？3000部无量寿经，5部集注，读完之后啊，您再来听师父上人讲科注，那味道就不一样啊。您就知道这个法门，它真的是像古人所说的那个话，三根普披，立顿全部都能够摄受，不假，是真实之语。第六段，又乃世尊称其本性，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故名称性。前面说这个法门是正说，这里讲的这个法门呢，是称性。的的确确啊，所有经教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本经里面一样都不缺，所以叫它做和盘托出啊，毫无保留。
那么佛讲这部经真的是啊，煞费苦心呐、啊。一般经典佛讲几次啊？只讲一次，华严经一次，法华经一次，楞严经一次，金刚经一次，可是无量寿经呢，最起码也讲了三遍以上。说那么多其目的何在呢？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加深印象吗？那换句话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熏修，大家印象就深刻了啊。纵然这个人呢、哦、他听了三遍四遍五遍甚至听满十二遍还是不能够发心念佛，也没有关系。怎么讲？佛门讲的好吗？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也就是说他在现场听，只要他不离开，他肯从头到尾听一遍，听个十二遍，但是那个印象就深刻。这一辈子三根福德不够，但是他已经有那么多的种子累积下来了，说不定来生后世呢，佛再给他讲，或者别的佛菩萨跟他讲，就触动他的善根，就会引发他肯念佛了。跟我们一样嘛，我们这辈子不就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本人，对不对？但是我们遇到什么呢？遇到这部经呢？我们遇到师父上人呢？啊，现在学这部经，学这个注解，就把我们树根给激发出来。不过激发出来之后应该还要怎么样？你看古人就讲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现在这个火刚刚啪被打着了，打着之后怎么样呢？还让它不断的扩大范围，才会产生更大的效果。一切寒灵皆因此而得度脱，乃称性中登峰造极之谈，故为称性极谈。你看这里讲，他不但称性，还怎么样？极谈，就好像一个山峰一样，我们好不容易爬了这个山顶，可是它是什么？它是山顶的山顶，最高峰。不过呢，这个法门呢，修起来很容易，但是它怎么样呢？很难理解，很难相信。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呢？因为您过去生中修的次数多嘛，所以呢，这一辈子遇到这个真上缘，就容易接受。这个底下第二个大段，三根菩提，胜凡其收。第一小段，夫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世尊故说八万四千法门广应群机。这就讲到了为什么佛那么辛劳，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要讲其他的法门，就是因为大家根性呢不同。假如各个听众都是上上根人，佛教学容不容易啊？你看这个禅宗无主忍和尚，他教慧能轻不轻松啊？轻松。如果您的小孩也是像慧能大师这样子，您高不高兴呢？高兴了，对不对？开心嘛。底下，华严原教专接上上根人，智慧如舍利佛，神通如目犍连，于佛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这都是举啊佛的十大弟子里面的两个优秀的弟子，但在华严会上如芒如龙。他们两位大德如果参加这个华严盛会，起不起作用呢？不行。为什么？他们的智慧能力还达不到原教初住菩萨。想象一下，他们都不行，那你看底下也讲嘛，况是下于此者，这两位尊者都不能够参加这个法会，那我们就更提，就更谈不上了嘛。故云下根绝分，所以《华严经》是谁才够资格来听讲啊？
上上根人。至于小史诸教，这个是指的华严五教，小呢就是小圣，史呢就是大圣史教。这个大圣史教啊，是上通小圣，后面呢就接大圣。小史诸教乃接全小之基，他们就好比是小学的程度，佛呢要办这个小学来栽培他们。对于上根，则有教基啊，教浅基深之师，亦不应机。这个小史诸教对于上根来说，它的内容啊，所讲的就太浅了，因为那些上根人他们的根性呢比较钝，他们程度高，所以这个就不应机。为本经之持名念佛法门，胜凡其收，利钝悉披。这就说明这个念佛法门殊胜，胜是指的法身大士，一直到后面等觉菩萨，而这个凡呢，就是指的六道凡夫。只要大家肯学这个法门，人人都能够得到解脱。彻上则如普贤文殊上发愿求生极乐，普贤寄云：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是普贤菩萨的寄诵，我们再看文殊菩萨的寄诵是什么。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哎，一个菩萨讲的稍微多一点，一个菩萨讲的稍微简单一点，但是仔细看哦，内容怎么样？大同小异嘛，同样的心愿。又本经云：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这是我们在后面经文呢会看到这样的说法。这些呢都是证明从我们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这些菩萨数量很多，他们是怎么去的。这里有四个字很重要，执众得本。这个得本是什么？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什么？阿弥陀佛。他们就是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而往生西方净土。念到下面说侧下，再往下面看，则观经中五逆十恶临终得遇善友，教以念佛，十念成功，一生彼国。这个呢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它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那我们看阿弥陀佛发的48愿当中也有提到这一点，如果这个众生造作五逆十恶重罪，他可不可以得到解脱啊？也行，只要他肯止恶不再造了，肯忏悔，肯念佛，肯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也会来带他去。从这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法门广大殊胜无比啊，连这样造作极重罪恶的众生佛都不舍弃，何况呢我们大家，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怎么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那么样精进的念佛用功，阿弥陀佛肯定都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功夫越长越好，越多越好。后面还讲，可见本经乃广收万类普披三根之阿且陀药，能愈万病。大家常常参加三时心念，三时心念第三时最后一个大战叫什么？弥陀大战。你看里面就讲了吗？阿弥陀佛是无上一王，所以啊，这里讲到了
这一部经它像什么呢？就好像是印度一种很奇妙的这个药，叫什么？阿切陀药。这种药啊，据说它能够治各种的病。我们这部经这个法门，它能够对治我们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习气。那换句话说，任何众生根器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都能够被它摄化。所以诸位同修，您家里面呢其他东西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但是这部无量寿经不能够少，这一套注解不能够少，事务上人的播经机不能够少。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播经机啊，多请几个回去，最好在一个房间里面呢固定24小时不停地播放这个播经机啊，也就是老和尚所讲的磕住。下面第二个小段，故本经云，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遇到这部经的人真正肯依教奉行，老老实实念佛，到最后怎么样呢？随意所愿都能够得度。什么意思啊？那念到这样的功夫，至少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功夫成片的上辈，他可以选择什么？什么时候走？还可以选择呢？用什么方式走？你看地仙老和尚的母亲，他是用什么方式走啊？他坐在椅子上走的。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老法师用什么方式走啊？站着走的。我们大家打算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走啊？你也露手给我们看一下嘛，对不对？把你的绝活拿出来吗？事先给我们同修们开开眼界吗？您如果走得自在潇洒，那就度了图文巴不少人呐。那再把这个我们走的这个视频把它拍下来放在网络上，您说哎呀，那不少佛友看了之后都会很感动的，然后再发到朋友圈里面，发到群里面去，那还得了？所以要度众生，不光是讲，还要怎么样？要示现，这是佛门常说的演表演。下面第三个小段，上明本经广应群机，而其恩德尤深于我才凡夫。前面这些开示啊，都说明这部经是契合一切众生根性，这个恩德呢尤深于我才凡夫啊。这个才就是同辈的人，可以讲呢诸佛如来对我们众生恩德特别特别大。当今末法，众生福慧浅薄。哎呀，真的我们看了这句话也是感慨很多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这是官方的数字。什么数字呢？每年妇女堕胎那个数量都很可怕，有多少？5000万。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怎么教导他的小孩的，尤其是教他的女儿，特别特别慎重，比教儿子还要谨慎。大家看一下五种仪规，大家有没有看过五种仪规？陈洪谋先生编的五种仪规，你看到这五本书那个分量最大的是哪一个呢？就讲到女子怎么样培养这个女子是一个大家闺秀，怎么把她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好孩子，很不容易啊。所以古人呢，对于这个女子的教育比教男子还要严格很多倍。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之安危，女子可以说她掌握着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这一点，大家看一下印光大师文钞，你就知道。这里讲到垢障深重，这是说到我们这里现前众生实际状况。现在人的烦恼习气啊特别重，真的，您看哦，就说一点好了，这个父母好不容易把这个小孩拉扯大，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也帮他组建了一个家庭，可是到后来二老身体不行了，那这些小孩子肯不肯照顾这些老人家？我们是很少看这些新闻报道，但是有时候听到一些同学们跟我们讲，就说某某某某人他的小孩对他不孝顺，他不肯去照顾他也就算了，还怎么样啊？每一次见到老人家还怎么样呢？指责老人家，甚至还动手打老人家，你看这太不像话了。哎呀，现在啊，这个孝道啊，师道，真的很需要我们大家发现，跟他讲清楚，要事先给他看，什么叫孝，什么叫敬。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不懂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能够怪他，为什么？没人跟他说嘛，也没人做给他看。那我们呢？我们自己要带头，要讲，要表演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孝子，什么叫好学生。后面说到，但凭信愿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净灯不退。这个法门呢，是一切诸佛的诸佛如来所讲一切万法的最高峰、最顶级的大法。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全部都呢超越苦海，而且是快速的证得佛果位。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渡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这个话在我们现代人听了之后啊，感慨应该超过古人。为什么？古人呢，他那个环境再怎么糟糕，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可怕。现在全世界糟不糟糕啊？恶劣啊！那我们怎么样度脱这个生死业海呢？我们在这种五浊恶世当中，如何顺利的登彼岸呢？这个登彼岸就是说去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呢？就用这个微妙方法，也就是用这个念佛法门。可不可以做得到？答案是肯定的。故大悲慈父良土导师悯念我等，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本尊阿弥陀佛，两尊佛怜悯我们啊，不光是怜悯我们，还怎么样？他还有实际行动，就是要介绍这个念佛法门，让我们听到、遇到、看到，妙显苦乐二土。这个我们在经上里也看到啊，这个事实，极乐世界它怎么好，它怎么妙，不但佛讲，到后来还怎么样？我们在三十八品看到什么？现场两万人有没有看到极乐世界？看到了。你看我们就没这个福报，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科注学完一遍了，听了300多堂课，也没有见到极乐世界现前。如果我们在这个上课当中忽然这个极乐世界唰一下子现出来，哎呀，我们也不要要求很长时间嘛，也不要半个小时，一分钟也蛮好的。如果阿弥陀佛忽然走下来，来到我们面前，然后极乐世界让我们看个30秒一分钟，我们觉得很增长自己信心的。所以在当时齐度觉山那些20000多人就很有福报，不但听讲听得很清楚，还见到了实况。激扬沉迷众生，这是帮助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众生呢能够觉醒。这个激呢就是激励、鼓励，扬呢就是显扬。后面就总结了此大火炬，这个此啊就是说
娑婆世界。这个大火炬就说满中大火，众生呢受苦受难。我们刚刚说嘛，全世界这官方的数字，堕胎的一年至少5000万，那每天呢，每天有多少妇女在堕胎呀？15万，可怕。这个杀业特别重，杀业重，那要不要算这个账啊？要不要受这个果报呢？绝对跑不掉。有一些男的，我们觉得他们讲话太，算了，不批评他们了。他就说什么，又不是我堕胎，是他去堕胎的，请问那这个女的堕胎跟你有没有关系呢？跑不掉嘛，这个骗不了人呢。到了地狱里面呢，阎罗王可是拿证据审判他的，想抵赖做不到，您看一下这个安世全书就知道了。所以有那些男女啊，年轻男女，我们建议他们在结婚之前最好是看一下安世全书，最好是看一下太上感应篇汇编，他就不敢去堕胎了嘛，那还得了，这个业造的重啊。所以年轻人呢，为什么做这些糊涂事情有，你看有很多同学就要求我们法师帮他写牌位，他有时候还特别强调一句话，法师啊，我有堕胎呀。有的同修可能还堕了不止一次，我们都满他的愿，帮他写牌位，帮他回向。但是他自己要不要修行呢？他自己要用功才行呢。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只是帮助他而已。但是主要的还是谁呢？还是他自己本人。两方面都要忏悔，两方面呢都要念佛。所以现在众生呢真的是很苦。那极乐世界呢，你看底下讲嘛，比清凉池宝莲在浅，这是把极乐世界比喻为清凉世界。我们去极乐世界好，那是个什么世界啊？这经上也讲嘛，莲花藏世界，清净庄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真相，我们如果不去极乐世界，那就有什么等着我们啊？就像下面所讲的嘛，刀山在后。这个刀山是地狱里面的一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细讲了，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地狱，大地狱、小地狱、根本地狱，很可怕。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真的十恶业就不敢犯了。于是自然升起圣愿，什么圣愿呢？就是想去极乐世界的这个大愿。其实我们跟大家做汇报，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不要我们修了一辈子的佛法，累积很大的功德，很多的福报，到后来你想去哪里啊？想做天王，想来澳洲做总理，不应该这样子，应该怎么样？要去西方净土做佛。你看慧能大师，他见他的师父第一天，他怎么回答他师父的？他师父问他嘛，你来我这里做什么？我来做佛的。后来他怎么样？他有没有做佛？真的做佛了。那请问您来学院做什么？什么？好，听到了。那既然说得出，还要怎么样？要做得到。言必信，行必果。这谁讲的？孔老夫子讲的。所以大家要把自己说出的话要真正做到。后面讲，厌离娑婆，求生极乐，既生信愿，更持名号，便得度脱。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里讲的蛮清楚的，三个字。哪三个字？真信、真愿、真行。简单讲就是信、愿、行。
生彼国矣，见佛闻法，得无上悟。这是讲到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啊，清净本尊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就不是只读无量寿经喽，是听到人家亲耳在讲，亲口在讲，我们亲耳在闻，哎，听着听着您就怎么样啊？您就得到无上悟。什么叫无上悟啊？我们不是看这个其他宗教嘛，赞美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彻大悟。其实这点呢，佛家才是真正做到了。如何能够让自己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要把所有障碍我们心性智慧的那些东西把它放下，到达极乐世界，常常听佛讲经，这个障缘就全部都去掉了。由有念而入无念，我们现在呢，师父让人要求我们每天念佛念多少声啊？30000声，大家昨天完成了没有？要拜佛拜多少拜呢？300，如果3000就好了。您如果每天拜佛拜3000呢，说句实话，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累嘛，是不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常常跟人家说三道四，讲那些闲话是非呢？没拜佛，你有太多力气了，用在这个方面，没有把这个精力用在磕大头上。那现在我们念佛，从有念念着念着到后面怎么样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个当下念佛3昧就成就了，真的入这个境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还有啊，因往生而弃无生，我们到那边去是带有往生的，带着烦恼习气去的，但是一旦到达那边呢，我们就当下你就真的什么境界？无生法忍的境界，法身大事。不但是法身大事，而且愿文里面说的很好，个个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在别的法门呢，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要修好久好久啊，方便说是三大乘起劫，真实说要多久啊？无量阿僧起劫。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是便宜占大了。为什么？念个几天佛，念个几天佛呢，你就马上达到无生法忍，顿悟此心本来平等，见到佛闻到法，达到这样的地步啊，我们就知道什么？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知不知道自己的心呢？禅宗怎么讲？事得宜，万事毕，就是讲我们这个心。您把这个心找回来了，把这个心看清楚了，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我们现在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讨厌，这是什么心呢？这心就不平等嘛。佛为什么看一些众生都那么样的欢喜呢？他知道诸法实相。底下第四段，唐海东元晓诗云，这是指我们旁边的韩国元晓大师，他说48愿先为凡夫，兼为三圣圣人。这个观点呢非常正确，因为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呢，首先要度哪些众生呢？就是那个病的最重的六道凡夫，当然呢也没有放弃啊声闻缘觉菩萨。念到下面讲，可见净土中之妙，首为凡夫得度也。所以说这个法门它为什么称为第一法门？为什么称为所有法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就在于此。因此我们自己啊，这个科注啊，希望大家呢多看一下，还有师父上所讲这个科注呢多听，把这个理跟事都搞清楚了，您才会真正发心呢去念这句符号。到那个时候念佛，讲老实话，就不需要人家督促了，也不需要人家提醒了。为什么？你自己搞明白了吗？那如果现在我们念佛还是
若有若无怎么办呢？那还是要多听多看这个注解。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墨学悟圣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